电视上的我还是直播中的我。不能笑。对啊，我会努力进步的。小江说什么了？我记得他上次说要听棒棒的，我还记得。从没说过爱着谁，为谁而憔悴，从来没有想过对不对。我的眼中装满疲惫，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。我也需要人来陪，不让我心碎，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。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。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，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，每天抱着寂寞入睡。生活过得没有滋味，别问我是谁，请与我相恋，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，像我这样的人不多，为何还请和我面对，看看我的眼角流下的泪，我和你并没有不同，但我的心更容易破碎。谢谢大家的超级火箭。这首歌就是特别的扎心。我也需要人来陪，不让我心碎，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。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，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，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，每天抱着寂寞入睡。像我这样的人不